给你们多消耗一点，晚上多吃一点，多吃一点。啊？要多吃一点。每顿饭一盒番茄牛肉，一根黄瓜，几个鸡蛋。啊，我就吃的就是营养不够，蛋白质一盒番茄牛肉2两左右，差不多够。再来几个鸡蛋。我觉得你这个年龄啊，不要在意什么减肥，这吃该吃就是。哎，这南京最好吃的是什么？南京最好吃。来个人，来个人，拉一下六份。我在南京只有一个爱吃的，就是一模一样。当地的鸭血粉面还在吃啊！